睡好吗？谢谢你们，好，早安。胜选隔天一大早，赖清德、萧美琴就到党中央见日本外宾。萧美琴看起来心情相当不错。民进党打破八年政党轮替魔咒，赖清德成为下一届的总统。先前他也公开承诺，未来组阁将用人唯才，不分党派。但首任内阁将帮助赖清德，可以将辟土，谁来接任阁魁很重要。包括前文化部长郑丽君以及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、高雄市长陈其迈都是外传的热门人选。陈其迈市长哦，他这几年带领高雄的成长哦，大家都有目共睹。那他也多次的说过哦，他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高雄的建设做好。相信他未来一定有机会、有舞台，再回到中央为大家服务。一个是稳定内阁，一个是战斗内阁。稳定内阁以现有承建人为阁魁为框架，针对个别部会去做更换。战斗内阁就是把阁员换成像是林佳龙这类有真正全国选举经验的人。郑丽君，我认为是在仅限于一个圈子内的讨论，可并没有扩散到民间当中。名嘴分析赖清德现阶段稳定内阁和战斗内阁二选一，而内政部长林佑昌陪同基隆立委落选人郑文庭卸票，也被问到这次基隆立委落选用票数不尽理想，还会继续留在内阁团队吗？在基隆的这一次的选举里面，的确我们在立委的提名过程里面有许多的一个波折。那这一次总统也是三卡度啊，所以我想这个大家都已经尽了最大的一个能力啊，以及最大的这个努力。面色凝重，强调基隆团结尽力了，至于去留恐怕只能等赖清德上任后来做决定。民视新闻李佳、杨伯爵台北报道。